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 Yagi Des， 我们今天要来玩真的好久没有玩的 Minecraft 了，它已经出到 1.12 了耶，好厉害哦，我觉得我要跟不上它更新的进度了。对，我之前玩还是很低版本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玩的这一款呢，是我在巴哈上面找到的，由 Toby 熊所制作的童话故事地图。童话故事，我忘记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对，童话故事地图，对，这不好意思，我忘记童话故事地图，然后是小红帽篇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赶紧开始吧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矿坑呢，为什么呢？然后有一个木稿，哦，我换了新的材质包，可爱吗？而且你看这个下面这边中间这一个。好特别，我喜欢菱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，有书本。作者的话，我是 Toby 熊，感谢你选择此地图游玩，成就一共有8个哟。和平模式、冒险模式，然后亮度、明亮、视野12。我们先调一下，我们应该是视野在哪里啊？是这里吗？哦。12，好，你看这边好可爱的材质包啊、哦。和平嘛，然后冒险模式，啊，怎么是大写？好，然后剧情，你是一名约4岁的小女孩，你常常因为常常带着猫奶奶，我在看什么字？因为常常戴着奶奶缝制的红色帽子而被称为小红帽。有一天你奶奶生病了，妈妈希望你能把一些慰问品带给奶奶。一路上这个妈妈也是很勇耶，怎么敢叫一个4岁的小女孩去送东西呢？然后我们钻石镐，我是一把神奇的钻镐，可以挖金矿跟钻石。那这一个呢？没有。可是前面这边就是金矿跟钻石，那我们就把它挖开吧。我好久没有挖矿哦。挖光光。耶，钻石。等一下，吸得到吗？我很怕我过去被传送走，我就吸不到了。怎么了？这水哦，这边被啊！等一下！你在干什么啊？而且我刚刚是掉进书的那种感觉吗？我醒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床。小红帽，是妈妈在叫我去看看是什么事情吧。好吧，那就用这种诱饵的声音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新的东西吗？矿车？隐藏着地图成就的神秘储物箱矿车啊！小红帽的手帕，莫名其妙就拿到一个成就了。好可惜哦，这个材质包，我觉得它这个质感还不错，可是它的画没有变，好可惜。好，我们拿到一个手帕了，我们去找妈妈。我妈看起来好像姜饼人，好恐怖哦！妈妈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拜托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。家里有一瓶葡萄酒，你可以帮我把葡萄酒送去给生病的奶奶吗？喝了葡萄酒，奶奶的病就会好起来了。当然没问题哦，妈妈。我可以再做一块蛋糕给奶奶吗？奶奶说过，蛋糕配葡萄酒最赞了。可以啊，小红帽，但家里的材料可能不太够。来，师傅给你，记得快去快回哦。好的，妈妈，我会尽快完成任务的。好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做蛋糕，并把蛋糕和葡萄酒送去给生病的奶奶。哦，我解锁了新的配方，现在是可以这样子用的，好酷哦！好酷哦！然后啊，厨房，我们看厨房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做蛋糕。葡萄酒，
个水瓶，那我们带一些水瓶在路上喝好了。啊，水瓶不能叠加。葡萄酒放这里，放中间。这是漏斗，洗水槽。其实你需要降火器。为什么？进度。龙之吐息，哇、哦，好酷哦！现在的 Minecraft。哦，所以我要出门了，是不是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我要出门哦，晚上了。看看家里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嗯，看起来都没有呢。这里会有东西吗？哦，这个水好有流动的感觉哦。嘟嘟嘟，这边应该是边界了，两格就跳不过去了。哦，有牛哎、欸！啊！怎么拿不起来？为什么就拿不起来？哎呦哎呦！好，拿到了。我们来妈妈的爱牛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挤一点牛奶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有没有藏东西嘞？好不，看来是没有的样子。然后剪刀，这怎么啊？有了，要几个小麦啊？算了，都拿走吧，然后再种起来。哦，不能种啊，好吧。欸，那这样冒险模式是要怎么种啊？可以破坏农作物啊？还是他有规定说要那个要有指令，像说可以破坏，或是可以放在什么东西上面才可以？好像哦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还差什么呢？还差牛糖跟蛋。奶奶的家，不太热闹的市集。哦，这边就是大门，我们刚从这边出来的。家里什么都没有。好吧，我们赶快走，我们去市集买一些东西。哇，这地方要怎么搜索啊？太大了吧。我们来到了市集，看一下是卖什么的。小红帽，来帮妈妈买东西呀、啊！我种了些甘蔗，来给你点糖。哇，谢谢老头。直接叫人家老头吗？糖，我记得是这样子吧。鸡，好可爱哦。小猪骑猪栏。小红帽姐姐你好，小猪很可爱，我有很多鸡蛋，踩那个板子就可以了。嗯，谢谢。踩，哦，这个。哦，鸡蛋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了。我们再跟其他人说一下。双胞胎哦。小红帽姐姐，妈妈有说过森林很危险的。嗯，谢谢你哦。姐姐，森林刚刚有狼的声音。哦，一个是小紫，一个小蓝。小紫不要怕，妈妈有说等她事情办好了就会来接我们了。好，那我们哦，卡在里面怎么办到的？怎么办到的？好厉害哦！等一下，按错了。很轻的木稿，我不是成就。
所以不是吗？不是成绩哦。可恶，可以破坏铁砧，破坏铁砧干嘛？为什么破坏铁砧？这边有个箱子哎，那我们就破坏个铁砧看看吧。虽然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可是那个箱子也好想开哦，可是开不起来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赶快回去做料理咯。欢迎来到不太热闹的市集。等一下，原来不太热闹是名字哦。这边没有什么成就，这边应该要有成就的吧？我们再搜索一下。哦，好久没有玩了，好熟悉的感觉，熟悉又不太熟悉的感觉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们先回家做东西。有八个成就。哦，可以了。哦，牛奶是，哦，他直接帮我放上去了耶。现在牛奶放上面了。耶、yeah, ，有了，好，一块蛋糕跟一个葡萄酒，好，那么妈妈我出门咯。去奶奶家，哎，佳佳，算了，注意森林很危险，若无大人陪同不建议进去。可是没办法了，为了奶奶。好饿，好渴，你有什么吃的吗？我有蛋糕跟葡萄酒给你。哎，怎么就给出去了？谢谢小红帽，但我爱吃的不是这些。他还我了。感觉这附近应该会藏东西。没有吗？我们都来到了那个，没有吗？好吧。好吧，这个好低哦，我不喜欢，有一种压迫感。奶奶究竟是为什么会一个人住在森林里面呢？我们先看一下外面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水，这个材质看不到下面了。吧，算了，看来没有，没有呢。好，你进去。奶奶。哦，日光感这季日感我不是成就，我越来越不懂了。奶奶哦，为什么长得跟蚊子一样？奶奶怎么了？怎么变得跟蚊子一样？奶奶我来了，您身体还好吗？小红帽你来了。嗯，奇怪，怎么了小红帽？奶奶你怎么，你的耳朵跟鼻子都好大。
因为我生病了，所以肿起来了。小红帽，你要不要过来一点？啊！你真的吓到我了。好酷哦，大野狼哦，可是真的吓到我了。难道成就都是放在矿车里面，都在那个吗？墙壁的角角吗？这是谁啊？奶奶，这里是哪里？好恐怖！小红帽，这里是大野狼的肚子里，它生吞了我们。那怎么办，奶奶？小红帽，快点大喊，唱歌也可以，让别人知道我们在这里。快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救我！哦，亮起来了！哦，拍了个洞，我们出来了。变平平的床了，可恶，没有东西。那什么？黄色的小花，有个好心的先生把我们救了出来就走了。小红帽，你怎么突然来找我呢？我是来探病的。啊，葡萄酒配蛋糕最赞了，最搭了。小红帽，谢谢蛋糕的回礼，成就。哦，这作者人真好，这样子的话你至少会获得一个成就。后面感谢游玩，作者忘记是回收的铁砖。欸，所以如果身上的铁砖就可以变成这个是不是？哦啊，这个日光感测器我没有放，我们可以不能回去了。这边是哪里？奇怪的，我们回到了原点是不是？对耶，我们回到了原点耶。那我们要坐矿车。结束了，我等一下。哦，好缤纷的房间哦！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小蓝跟小紫两个野猪旗帜，这是大野狼，看起来人模人样的，但其实是披着狼皮的。这是妈妈，然后这个是，这个才是大野狼吗？那这是谁啊？啊，一个是老伯，一个是市场的老伯老头，这是奶奶，奶奶看起来好年轻哦。然后这是作者吗？作者的伙伴，成就，把东西拿走了。这样我们有五个，好多哦。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，一个是字看不太到，小红帽的手帕有，然后黄色的花朵有，早起的鸟有虫吃没有，跟蛋糕的回礼。哦，这是地图哎，好酷哦！这是我们一开始跳进来那个故事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构思做得很棒哎，虽然死掉了。然后这是我现在的位置，
然后这边应该是大野狼吧，那个房暗暗的房间，然后森林、奶奶家、市集跟妈妈家，然后坐标零零，那个没有呢。然后意外获得的羽毛也没有，作者的伙伴在这里，就像隔一个隔一个隔一个。好，那么地图作者 Toby 熊，作者的话，恭喜通关，衷心感谢。衷心的衷不是这个衷吧？是初衷的衷。我是说，是对什么事情抱有初衷的那个。你选择此地图游玩，玩得开心吗？我觉得还不错耶，我喜欢。我刚好像讲很多次，我喜欢一开始跳进故事书的那一个感觉，我觉得那很棒耶。这张小红帽地图是大改版后的地图，觉得怎么样呢？希望你在巴哈上看到你的留言。地图里面没有，地图里面出现过的 skin 都是我画的哟。喜欢的话可以在巴哈另存图档，顺序左到右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房间是什么。要回到一开始的地方了，回到家里了耶。哎，那我们还有意外获得的羽毛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。坐标零零，看一下坐标，不是这边。负三、负二、负一、负二、负三、负二。在哪里啊？零不是这边，完了啊！这边附近，然后三四二一零，这边左右。哦，哎，真的耶！哦，哎，好酷哦！哎，这藏得太隐秘了嘛，完全没有发现哎。那我们再赶快回去放那一个，然后早起的鸟有虫吃跟意外获得的羽毛，这一个啊，我知道了，意外获得羽毛，再踩一次这一个，应该再一直刷这个，我好像拿太多了呢，哎，没有吗？我以为一直踩那个，然后就会随机获得羽毛之类的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跟我想的不一样吗？可恶！啊，看一下奶奶家有没有可以放的地方。所以这些都是哎、欸，啊，放在这一格。哦，有了，打开了。哦，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好酷哦！完了，我们又没有矿车了。等一下，按哪一个？我觉得好酷哦，真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又拿到了两个成就。羽毛还是不知道在哪里。好，那么在哪一个？哦，那么好了，那我们来做 ending。如果任何的意见或是建议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，或者也可以留言说想要看我玩什么类型的游戏也可以哦。那么我是甜食幽灵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